高雄也可以办尾牙啊，陈玉凯，您是高雄人吗？啊，我高雄我也没有认识的厂商，然后我这些东西都要带过去高雄也很困难，你也必须要等我可能明年或后年成立公司，然后我有帮手，然后再一起下去办嘛。好，这个其实是很好玩的活动，但是呢，因为我自己的财力不足，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，就是北中南都去办尾牙，好不好？这真的有。